这部电影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个喜剧活泼的然后很可爱的王力宏，很淡定，就是第一次当导演，但是感觉上很熟练，而且可能他也之前拍过成龙大哥的电影，然后也拍过李安导演的作品，能够刮目相看他吧，觉得他有很多的舞台经验，所以我想这一点跟他的好学，我想会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，也会使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演。请问右转。右转。因为两个演员都是听导演的，那既然导演第一次是演员的话，他会更理解演员的想法，会更融入在这个里面，我们也更放松。那我就是你的知音，跟他合作下来之后，觉得其实他也是蛮中意咖的，喂，就是很好相处啦，完全没有任何架子，然后可以跟他很靠近，就是真的很像朋友这样子，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月过得很快。阿德不要，我又喜欢跟别人合作，我喜欢变成像一个大海绵，然后跟其他的各个演员啊，大家都集体创作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然后就会冒出一些火花。我跟编剧也是到最后修了50几个稿子，从诞生在短短的大概半年之内。先生知道我弹的是什么曲子？孔中云叹颜回。然后也特别整部电影有他自己的